屏东县政府客家师傅处为了爱加强客种程度拓展同文化体验，将三个客种文化观光艺术园的比例同认证制度，今年就增加的三个乡镇，竹田、新北同高素阳，还特别邀请来参加的团队经理人，向下探讨各乡镇的人文天山景，本客种带路人带领人下。去客庄行土，是从万岁以上话，下午的爱感谢。我祝你好光发的光光。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邀请经验培训的客庄带路人、专案经理人共同来签家乡的特色。你发现看不到不一样，啊，做的拢高数，啊，所以加工品的叫工厂，拢来感谢，啊，来高数不一样，做的。也在报名的学员当中，有教育界、旅游界、企业界董事长、干沙土壤职工，还有退休人员，专业背景组成多元。透过模型同背景的技术员来诠释，韩国做的本人看到客庄风貌。啊，昨天嗰度特色有茶盏的，啊，底部有李秀云的相片，个相片底部可以介绍嗰度以前客家人的生活。睇佢熱做嘢，佢有時成日識做嚇，所以話你做下啲農村體驗，啊要幾杯中央，我哋柴樹嗰時啫，我咪有一批農村體驗。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表示，竹田鄉推動嘅萬上同創生，高素鄉發展嘅經濟，還有新北鄉嘅用錢也得次年景觀，仲係人文第三景之言。經過討論以後，所編排嘅課程，韓國做得顯出菜體嘅特色。喺課程根本人哋討論當中，嚇，每啲幾點，你擺開嚟見完啲幾點，教會同人哋文化歷史啊，嚇，會牽出嚟，本大家喺做啲論述論壇當中。有会兴趣耶。客务处表示，今年文化观光技术院培训课程报名请踊跃，上一班总计128人完成报名，比去年多出了81个人。希望学员做得努力，通过今年屏东客庄文化观光技术院的认证考试。客家新闻潘胜旺平的报道。